快，我买了鸡蛋，还是热的，特意要了糖心的，可好吃了。糖心的，幸亏我没吃，多腥啊，根本就是没熟。你到底懂不懂啊？糖心是最好吃的。哎，我买的脆桃可好了，你来一个脆的。桃子不该是软的吗？脆桃超好吃好吗？脆西瓜、脆苹果、脆藕、脆门永存。明明粉西瓜、粉苹果、粉藕好吃。香菜、茼蒿、折耳根，你这点的都是什么呀？不知道了吧？香菜涮火锅可好吃了。哎，别下，我受不了香菜，你这下去不整个锅都毁了吗？哎，试试嘛。不行，吃了嘴里多大味儿啊！哎呀，好啦，吃了刷个牙就行了嘛。你用我这个好来双重薄荷清新防护牙膏，12小时抗口气，刷完别提多清新了呢。好来清新，一刷清新啊！你也知道啊？我也爱吃重口的嘛，肯定会用啊。再加一份鲜脑花大肠，谢谢。你也爱脑花大肠？我超爱吃。是啊，我每次都必点的啊！一下子没胃口了，我先回家了。你怎么样啦？我点好了，排骨回锅肉。你大早上吃炒菜呀？不然呢？早上不吃炒菜吃什么？我从小就这么吃啊。我们早餐就一小碗馄饨，或者小笼包配个豆浆就够了。没了。不是，你们早上还要吃东西的，多油腻啊！我都是一杯咖啡解决的。死我。